寿险的风险评估，那并提供当地的最新的即时疫情。好，那另外的话，除了对一般民众，我们也会个别化的，比如说孕妇，比如说有哺乳的妈妈，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患者，给予个别化的一些建议。那出发前针对一些高风险的地区，我们会根据当地的一些风险给予建议，给予可以事先施打疫苗，或者是给预防性的投药。那此外，旅游医学门诊还提供有针对出国健检，或者出国工作、出国读书、出国工作的健检。主要是提供这样子的服务，那有需要的话，欢迎前来咨询。